这波还不好说，而且这四个人也是兵强马壮，哦，这大招怎么推？推到雷，正面两个开起来，安吉这四个人先打正面，小明好肉啊，还没有倒地又吸了回来，这边掉控制回来扛不住了，掉过先倒了，这边的话小五还活着，小虎这边被控了一下，往后来拿闪现要出来。没控住啊！这边闪现上去，扑回来一个 Lambie， 宝蓝倒了，这边要双 C 收割了 ，Vivo 滑起来了，这边大雾没有换掉，小虎还在正面战场，装备上还是差距太大了，双 C 位输出能力真的不在一个档次。